哇，天哪！啊，粉丝有求，天天必应。有位粉丝和我说，今天我要找一条白底裙，条形要很细的，颜色要纯白干净的和洋绿色的，预算20000，做大做强。好的，接受您的挑战，不用20000，争取10000给你搞定。走，做大做强。好多白底裙啊，我的姐妹们，你们看看，太香了吧！哇，这个闭环，你们看一下，底色是带淡淡的紫色，它的这个绿色的话是一个金丝绿，这里稍微有一点墨绿色的小点点，这个是一个超级闭环，就卡在着我们的这个手臂上面。这两个小铜镯太精致了吧，像家里有双胞胎宝宝的可以给自己的宝宝们选一对这样的小铜镯，特别的好看。看一下这一条，这个的话是带有一点点情侣底色的，然后这一抹的话它洋绿色也很不错，但是它底妆不够干净，而且我们今天的目标是美人条的白底青，然后它还要牛奶底一样的感觉，像这条话它底子就是那种牛奶底，很润，而且它飘的这样的一个绿色是1、2、3、4，4抹，像这种手镯的话多一抹价格就提一节，这个肯定是超预算的。这里有手哦，这里这三条是同手料，三条的颜色它都是分布的各有特色，像这一条的话它是集中在这一抹，这一条的话它是分散型的一个感觉，这里的话就比较的清爽一点，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条形做一个美人条好可惜啊，这就不考虑了。天哪，你们看，找到了，你看它的条形就是一个美人条形，然后底子非常的干净，走灯的话真的没有任何杂质，它带的这抹绿色呢很有韵味，飘飘欲欲的感觉，太香了吧这一条。走，就去排队做一个放漏大漏价，18000了，不报你价了，这么小的一个镯子能跟我说18000，这怎么叫小呢？你看到这什么东西没有？我看到绿色呀。啊，那不就是吗？那太窄呀，太小啊。你管呢？我当然要管，太高了。啊，我就到这里，那它是有这么一点，你怎么它太窄了？你要宽，我又不跟你说了，是吧？10000，10000不谈，那就给我少一点。过年了，要漏就漏一把，12000，再低就不谈了。10000，对，12000我拿走了，待会给你转钱啊。小姐姐的这一条正圈美人版条形的白底青手镯呢，直接为她省去了8000块钱，太超值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整条手镯呢，就是那种娇娇润润的，这一段的牛奶底呢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杂质，这一段的洋绿色呢很甜美，就有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。下面我们就去发货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也帮你们找。